见一面，让距离再近一点，在你身边就剩微糖的甜。只为了多见一面，让距离再近一点，在你身边就剩微糖的甜。对，柯佳嬿、许光汉、施柏宇。这部电影其实是给喜爱想见你远距的粉丝们一个最好的礼物。谢谢你们今天来看电影，圣诞快乐！对，非常感谢，希望你们喜欢。